茄炒蛋，吃蛋有够赞！哇！还有秀琴。全家人吃粥时来盘金沙豆腐，吃的有够赞！欢迎欢迎，美食健康操开动喽 ！1、2、3、4。怎么搞的？一开始做完美食健康中就突然很喘，活力都来了。美食每个人都很喜欢，对。是秀琴姐最喜欢吃的美食是什么？我喜欢那个妈妈煮的金沙豆腐，老皮嫩肉的最高级。哎呦，好厉害！不管你是配粥啦，然后夹在那个馒头里面，其实都很好吃。真的哎，夹馒头夹烧饼，就是软软松松，小孩也喜欢吃。小朋友还可以夹。老公最爱吃豆腐。对，秀琴姐呢？对我最有感情的食物是番茄炒蛋，因为我嫁给我老公之前我完全不会煮饭，那我嫁给他之后我就想要表现我的厨艺，所以我就第一道菜就是炒番茄炒蛋。可是因为我不会炒，所以炒的时候就放了太多的盐巴，我自己吃都觉得很苦，就有吃到颗粒。对，结果我老公就洗肾了。对，我老公为了表示他爱我，他就把那一盘那么咸的都给吃光了。真的是真爱。对，所以我感觉好吃啊。所以我感动到热泪盈眶之后，我就去学煮饭，真的是真爱。不过说真的，炒蛋我内行的，炒蛋它不能炒得太熟，对，它就是要有点生生的时候，你就要把火关掉，用余热，所以那时候的蛋，然后用余热再去炒那个番茄才是最棒的。哎呦，哇，真有那么一回事哦。我们今天呢，马上就来看我们的美食姑姑了。今天美食姑姑到底会有怎样好吃的东西来让您估价呢？是的，美食姑姑喽。用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美食小天使马吉，快把我们巧克力红酒炖牛腱推出来给大家品尝一下。以法国巧克力及年份15年以上的红酒，将顶级牛腱浸炖8小时，浓郁的巧克力香味让你有如走在巴黎的香榭大道上。这道充满热情的法式料理到底值多少钱呢？想要知道这个美食到底要花多少钱呢？请估价。380。那个你觉得他只值380块钱高一点？真的，你们这些孩子是吃米不知吃饭不知米价，这么贵的牛腱，我觉得应该要880。880块钱，880块钱就是巧克力红酒炖牛腱吗？再低一点。788。再低一点。还要再低一点？还要再低一点？660。这个牛腱660，660，660。两个脑袋竟然说660块钱，就是再低一点。再低，那也太划算了吧！650，低了10块钱，你觉得有可能吗？再低一点。好，再低一点，再低。加油，严志明，580。580块钱，这道菜真的是580块钱吗？再低一点，很接近吗？500，牛腱呢？确定？再高一点啊！再高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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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块钱，520块钱，与您说了520块钱，这样子一个精致的巧克力红酒炖牛腱要520块钱吗？恭喜你，答对。10块钱，下了价钱了。你看，想要这个巧克力红酒炖牛腱，好嫩哦！嫩嫩嫩，哎呦，切下去就。其实不用刀子，你直接把它这样就开了，对，画一下，好香哦！而且它寿司是那个哎，巧克力，哇，对，你话都没说就吃啦，好吃好嫩哦！那已经画到你到嘴巴里之后，它那个肉就自己散开，哇，对，而且那个巧克力。红酒的味道跟牛好搭哦，就是混着牛油香香的那个味道。哎，你这样吃会胖了，我们一人分一点呢，我们4块，一个人1块啊。吃好的牛肉不会胖，只会变得比较健康。哦，真的，好不好？我们的雨妮呢，在咕咕乐的单元里面呢，率先得点，得到一个赞。我们紧接下来马上再进行我们精彩的有够赞美食秀。有够赞美
师秀。还是你，跟大家讲解一下规则。待会我们在这做菜的过程里面会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只要你答对，就会颁个赞字给你。好，那最后的时候，谁的赞字最多，这个顶级的料理就属于你的。哎呦！话不多说，紧接着马上也介绍我们今天陈永成师傅，掌声鼓励。好年轻啊！大家好，大家好。陈永成外号王爷，厨师经历21年，曾得过上海世博美食艺术赛个人特级金牌，拿手好菜黄金炸大虾，七彩龙虾起酥盘。陈师傅要带来怎样好吃的料理呢？麻辣松板大三元。麻辣松板大三元。今天来看看我们有用到的食材有哪些。有布满漂亮油花的高级松板猪肉，清爽有着特殊香味的黄节瓜，鲜甜的红椒及青椒，顶级四川大红袍花椒，香辣够劲的干辣椒，还有这道秘密武器哦。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呢？第一个步骤先过葱辣油。其实呢，辣油是可以自己动手在家里面做的哦。花椒粒，花椒粒，对对对，大概要多少分量？就是一汤匙，你可以1/3汤匙，同样性质的汤匙都可以。对对对对。好，先搅拌一下。搅拌和和。对对。和。好，搅拌一下。然后呢，这样就好了吗？然后我们再做热油的动作。先把油先倒到锅里，对不对？对对对。这个就是3汤匙。3汤匙。以盖过食材为主。哦。要让它泡在里面，就对。对对对。如果加太多会怎么样？加太多，它的味道就变不够浓，不够辣，它味道比较不会那么香。哦。这个时候我们还有个秘密武器。秘密武器，对对对，什么样子的秘密武器呢？就是让它增加更浓的香味，更清香。现在有问题问大家喽。哎呀，加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的辣油更香、更麻，让味道更有层次？更麻更香。一，肉桂片。二，绿花椒。三，朝天椒，请作答。哦，哎，秀琴，我看到吗？是啊，那你猜啊？我觉得肉桂片很像的，它只是有辛香香料的感觉，它不到麻吧？嗯哼，我觉得应该是绿花椒。能够提升辣油的香气以及麻辣的秘密武器到底是什么嘞？我觉得应该是绿花椒。绿花椒。你觉得应该是绿花椒？为什么？因为朝天椒可能又真的会太辣了。朝天椒很辣，对，很辣。那绿花椒它可能就是有点缀，然后可能会有点缀，有点点缀，有点点缀。不要看到它样子就想到缀，好不好？我以为它是原住民，又有点点，有点缀，还没有醒来。我觉得那个绿花椒可能会有那个点缀，然后可能会有更加有那个层次，有帮忙的效果。请问我们秀琴答对了吗？秀琴姐答对了。好，恭喜秀琴，我们给她一个赞助。是的，我们的秘密武器呢，哇，就是我们的这个，好像小葡萄哦。对，它就是生的花椒。对，好麻好麻，它味道很麻吗？真的吗？这可以这样直接生吃吗？对对对，哎，有麻辣麻就可以啊。一般正常的麻辣锅都会加。它跟那个生胡椒也很像啊。其实，在台湾吃点花椒很好，因为花椒是厨师啊，厨师。花椒做很麻。对，哎，你们吃一个看，会辣吗？这样吃哦。会辣是麻，不会辣会麻的。其实它咬下去非常的香，它有点带一点中药味在里面，而且它其实就是很像麻辣锅里面会加这个下去炖，对对对，它的香气就会从里面出来。对对对，那我们现在把绿花椒加进去，好，相同的比例，一样是一。接下来就是准备葱油的动作，好，但是葱油的动作油温不要太高，不要超过100度为主。那我们看这样有点在冒烟了就可以了。对对对，那我们现在葱下去哦。啊，直接把它吃，葱到碗里面，葱油加进去。啊，不是把辣椒放在锅子里。哇，有爆香的感觉哈。哇，特别哦。有。听到声音吗？有。哎，真的这样做哎，用葱油哎，特别，好香哦！哦，现在摄影棚整个，我很想吃麻辣锅，好香好香，好香麻辣锅，这样就可以了。再稍微把它搅拌一下就好了。哦，稍微拌一拌。对对对。哎，可以给我一碗白饭吗？好棒哦！那我们现在让我们的来宾闻一下味道。哎呦，哇，
彤彤现在要过去来宾这边啦。好香哦，其实有点麻辣的那个味道，就是更香更脆。最好不要吃，因为太烫了。哦，是哦，太烫太烫哦，哎。你们这两位，其实这个是拿来赏味赏味用的。其实我两种东西都有吃到，我刚刚原本有吃到，你已经吃了，不是不是不是，我刚才有吃到原本的绿花椒，再吃到这样子的用油逼出来的。其实它现在是完全把绿花椒的那个香味用油把它逼出来。所以呢，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它现在本来是麻，现在变得有点辣了。对，麻麻辣辣，像那个水煮牛肉的那个味道，水煮的那个味道。哦，接下来师傅我们要做哪个部分呢？我们要做松板肉这个部分。哇。煮熟了，现在就是要切斜刀，让切片再来过油。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切啊？要斜刀，斜刀切的话看起来比较漂亮，而且它也比较不会缩回去。哦，而且你在外面买的现成的松板猪都是切这样啊。嗯，我很怕就是到时候我们一加热的时候，在家里烹调的时候，它就缩回去，跟我们原本看到的大小 size 会不一样。而且斜刀切可以把它的那个纤维刚好切断，就不会塞牙缝。对对对对对。哦，哇，有在做菜了。切肉的同时，我们来问大家问题，赶快抢赞哦！请问松板肉是猪的哪一部位的肉？一、猪颈；二、肩胛；三、背脊。哦，请抢答。我跟你讲，松板问我就对了。哦，肩胛，肩胛，二肩胛。为什么？因为它就可以媲美 Toro 的肚子一样。尾鱼肚每个地方只有一块而已，是最经典的部位。金嘎头，嘿，金嘎头，就像鱼下巴一样珍贵。那么我们就要请问一下师傅了，我们的林道远他到底答对了吗？答错了，错错，剩下两位，请抢答。雨宁，啊有，这样看的话应该是猪颈，猪颈，猪颈，对，因为我还想说。因为你看嘛，你看一个一头猪啊，比喻的肩胛不是很老吗？背一般我们吃不管吃鱼和吃什么，背上的肉都是最老的嘛。那只有这里的肉，你看很嫩，对不对？地方就那里了，对，最嫩的地方就是这里。喂，他到底讲的对不对呢？雨宁到底说的是不是正确的答案呢？我们来问一下师傅。答对了，恭喜雨宁得到一个赞助。师傅想请问一下，唱起来。师傅要请问一下了，正确答案是猪颈俗称松板肉，松板猪。哦，所以它猪的颈都是松板肉。它只有一块六两而已，最漂亮的部位就只有这。所以它是很珍贵的，一只猪只有在它颈子部分的六两才是真正的松板猪肉，好不好？所以呢，可以算是我们今天顶级的食材啦。没错。好，那既然这样子呢，我们这个松板猪这样斜切完之后，斜切完之后做过油的动作。好，这样肉质吃起来的话，水分会被收住，而且吃起来比较 Q 软。哎呦，吃起来比较 Q 软，对不对？不会拆柴的，所以要先过油，对不对？对对，比较快速的让它熟成的方式，而且呢，粉粉嫩嫩的，粉嫩粉嫩。这个时候就差不多了。好，那妮妮来台湾几年了？已经八年了，超过八年了。那台湾的饮食都还习惯吗？刚开始不习惯，就是因为我刚来的时候吃东西，我吃比较辣，因为我们家乡都是吃辣，所以我每一餐饭都要有辣。那刚来这里的时候，因为台湾吃的比较清淡，所以我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所以那时候我老公也是在常在这里露营，然后对面就有家麻辣锅，然后我几乎那时候就是每天都去吃麻辣锅，因为我不吃麻辣锅我就觉得没有，就一定要辣，对不对？刚才我们的师傅还有教你们如何做辣，自己做辣油，这样我可以回去自己弄，自己做了，而且好香，好香，而且外食甚至可以自己带，而且说时迟那时快，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他竟然已经糖了他，好漂亮。跟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现在还是保持着粉红色的，有没有？对，很鲜的。八分熟。紧接着下来呢，我们要处理哪个部分？就是黄节瓜的部分。哎呦，瓜类的，我们要来处理的。所以这不用削皮吗？这个不用削皮，就直接这样。它的吃起来感觉有点像小黄瓜。哦，里
面是绿色的耶，今天好像煎那个切片，它烹调过以后的味道，柠檬啊，莱姆是跟南瓜跟地瓜的味道又有点接近，哎呦，所以它有一点淀粉了，对对对，可是它闻起来完全没有味道，这个平常比较少看到哈，这要过水了，对不对？对对对，我们过水的动作，所以呢，我们要准备一锅水哈，等到它加热完之后呢，水滚了，穿烫，对，要过水了，穿烫，稍微穿一下就好，不要太久，稍微穿一下哦，对对对，不能穿太久，穿一下就好，不能穿，哎，一下喽，给起来了，喂。还没，就看它的颜色有没有慢慢变透明。哦，变透明了，一两分钟，让它的青色的味道不见。他因为他年纪还小，比较青涩，对啊，所以吃完之后年纪就大了。喂，那我们现在顺便处理红椒，利用时间，对对对，把它的头切掉。红椒里面这个籽是不要的，对不对哈？我们只需要它的要去掉果皮肉的部分，籽是。去掉，而且小朋友很怕这个味道，对。但是红椒生吃就很好吃，我就很怕这个味道。你吃什么都很好吃吧？对啊，你什么都能生吃哎！你讲一个什么不好吃的好不好？好了，我只怕苦瓜而已。一样要穿烫就好了，穿绿红。那它也是穿一下就好了。对对对，所以它是这个穿烫的顺序就是最不容易熟的，先下水。对对。不然那口感会没有。对，两个瓜类都下去了，为什么青椒还在那？它还在那里，是不是？是用不到吗？太神奇了，青椒它外面有一层很像保鲜膜，对，最难处理就是这个膜的部分。哦，如果我不处理，我硬吃不行吗？口感跟它的味觉都不好。问题来喽，请问用什么方法可以容易的去除青椒的膜？哦，一。用火烤焦，二用水烫软，三用油炸开。请抢答，艾辰，用油炸开啊？为什么你炸开要这么用？你为什么要这样这么用？因为它已经没有放在水里了嘛，证明。放在用水烫已经不对，哎，那用火烤，我觉得是这样吗？只是师傅还没做啊，因为问问题啊。对啊。到底用油炸开的这个方法，是不是真的能够轻易的将青椒的膜去除呢？因为它已经没有放在水里了嘛，证明。放在用水烫已经不对，哎，那用火烤，我觉得是这样吗？只是师傅还没做啊，因为问问题啊，还没做而已哦。有没有可能？你不要自作聪明哦。我觉得感觉比较容易把它炸开。师傅，答对了。对了，我是用我的理论去堆积。好，恭喜我们艾辰得到一个赞助，终于破蛋了。那么呢，我们来问一下师傅了。高温的把它炸过以后，瞬间的把它的皮炸开，而且这样更会把它水分把它收在里面。反而不会把它的水分逼出来，对对对，会收在里面。对对对对，是哦。哎呦，还好啊，还好啦。回来了，你现在开始了，开始了，然后真的也不知不觉哦，因为还有水分，哎呀，他别人有了，我有时候做的喷油，炸了哎，好像在炸油炸鬼啊，他感觉上好像青椒有没有碰到油之后吓掉，吓白了，吓白了。啊，是这种颜色，下白了。哎，这个时候刮的颜色，然后把它刮掉吗？对，这个现在沥油，把它放在冰水里面。哦，冰镇，哎呦，冰镇哦，冰镇，特别哦，哦，你加高刚。这个不知道有没有一点点那个，你不怕烫？师傅铁砂掌啊，哇，我们已经都摸习惯了。哇，哎，有哎，它那个膜已经有点，是不是？哎呦，这个慢慢剥，可脱壳，好像脱皮哦，我要剥。他感觉好像有点热胀冷缩，很像上次阿庞晒伤的那种感觉吗？哎呦，一层皮。好，我们现在的青椒呢，它已经脱完皮了之后，也冰镇完了，现在开始要处理。去头去尾，从侧面把它剥开，然后把籽挑出来。对对对，对不对？里面的白白都要切掉。对，吃起来口感会比较好。这个白白的是什么？白白是什么啊？这算它里面的膜。紧接着下来呢，我们要怎么做呢？
先爆香。现在呢，蒜要下，先下去拌炒。哦，已经有点变金黄，它可以闻到味道哈。嗯。好，现在要来做寿司的部分啦。对对对，这是米酒。米酒，一点点米酒哦，在这边。多少要多少？三分之一匙，是稍微提味而已。再来加胡椒粉。胡椒粉也一点点嘛，对不对？四分之一小匙，四分之一的小匙。对对对对 对。如果我们是小汤匙，差不多半匙左右。那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就是让它的松板肉的味道更能带出来。哎呦，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秘密武器呢？注意听了，请问要加什么东西可以让松板猪吃起来更甘甜，更凸显它麻辣的味道？一，砂糖。哦。二，蚝油。三，红曲。请抢答。哎呦，好，秀琴，你会耶？我会，觉得应该是蚝油，因为砂糖可能太甜。红橘酱可能会那个味道可能会把那个松板猪那个他们的那个甜味可能会盖过，我觉得蚝油刚刚好，蚝油也是我在煮任何菜的一个秘密武器，也是秘密武器，什么都跟蚝油，不会煮加蚝油，我跟你讲，不会煮菜全部都加蚝油都好吃，真的啊！来，师傅，我们秀琴说的对吗？答对了，恭喜给一个赞助。来了，蚝油就差不多三分之二匙，三分之二的大汤匙。那我们现在把它加下去，把蚝油拌炒一下，嗯 ，OK， 平均把它拌，让它的味道又再跑出来一点点。哦，有点。这个时候就要加入松板肉。哇，颜色好漂亮哦。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我们的松板猪已经吃到我们寿司的酱料，所以还要再加一点点的干辣椒粉。哦，干辣椒粉，哇，加一点点，再次把它提升它的味道。哦，提味。这个时候就要把它加入了我们的大三元，颜色超漂亮的，对，有黄茄瓜、红椒、青椒、黄绿红，大人小孩一定都喜欢。最后还要加入。哦，我们一刚开始做好的，刚开始调好的辣油，对对对，哇，重点哦，渣渣不要下去，哇，这个时候味道都全部跑出来了，真的，好香，哇，那油油亮亮的那个辣油，哇，刚切的葱花。在熄火的时候把它加进去刚刚好。哦，所以是火是要关掉的。对对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摆盘的动作了。哇，这么好卖，哎呦哎呦，好漂亮哦，油油亮的，五星级的哦。我们还有一道比较特别的手续，让你们觉得不够辣的时候还可以再沾一下。对对对，是个人的那个。哇哦，是的，我们这个麻辣松板大三元已经完成了。在这边呢，最后我们也要宣布一下成绩了，好不好？在这边的成绩是我们的秀琴姐还有我们的妮妮两位呢，他们都得到两个赞字呢，所以他们两位可以来享用这个好吃的麻辣松板大三元。可以，西部啊，他这个动作好快啊！到底是先吃肉还是先吃菜？来一点菜跟肉一起夹起来的味道，会感觉口感更棒。一起吃吗？哎呦，哇！哎，你看那个肉的有亮度，哇！好嫩，好嫩的感觉哦。哇！青菜又脆脆的，对，那个青椒都没有青椒的那个臭臭的味道，真的好甜啊，有水哎！不是要叫白饭，你叫白饭来配我的香味吃啊。哈哈，是辣油，好好吃哦，新鲜的，所以不会有那个油的好味，好新鲜。那这边也恭喜我们的秀琴还有我们的妮妮得到了我们的食神奖杯。今天也谢谢我们的师傅啦，谢谢他们，谢谢，也谢谢我们的来宾，谢谢你们。记得哦，周一至周五晚上7:30到。